家，我是阿卡。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天才乐园。我们家里又缺东西了。对，我们缺那个收衣服的那个袋子。然后因为我目前看看，就这边有在打，而且它只要两天，因为很久没来了。这边看一下进了什么新。有，我们之前私底下有来，带我爸来的时候。我们只要家里缺东西，都会来这里。用打比较划算呢、啊。对。看一下有什么新的娃娃出场。3点，3点，现在都剩下3点、4点。没有2点的。我那天好像看到有一个人打10点的。有10点的吗？嗯。他5点的还在啊，圆的呢。可是他感觉已经退档版了呢。捏下去之后，它会整个陷下去，它脱不了手。捏的，捏的很薄很薄很薄。馒头娃娃，它是那个小馒头那种，旺仔小馒头，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。哦，这个我不行，这个我应该会打饱。它会一直弹。对啊，娃娃的问题啊，第一个就直接吃饱。右边试试看，右边。哇，这么饱！我刚刚前面有人拖70，好，我现在饱了。这个呢，180了呢。哎，我觉得这个。夹他的脚，有了，刚才丢了回去，哇，夹脚了，哇，他每个吊牌都吊到外面的，吊牌不能拉，终于塞你的头。这个外丢4点，好像还可以，不知道试试看，搞不好它没有很难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看它10块就出了，一台一台巡过去，先夹这里哦。是不是用的感觉比较有机会哈？有机会哦。喂。夹比较好啊，夹好。OK。夹他骨头，夹骨头不行，夹骨头丢到后面去。我们好像很少过去那边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另外一边，我们过去那边看一下。还有15点。哇，这个有8点的。15点还没有现夹，我想要打。有啊，现打5个。我想要打这台，一次15点，现打5个。我觉得要先捞高溃烫。这样试试看。OK 翻的吗？翻不出来哦，我觉得他屁股没过啊。哦，头太重。旁边感觉被挖空了，是不是？保值多少？990。990，15点，这样1点多少？30块吧。多少？1点30块，这样也没有很多哎。啊，拿到！990哦，没有，990几点？15点，560。他一定要后下去。对啊，不然扶不了。长江抽得过吗？有了，15点，抽得过了，反正好像很划算呢。要补吧？要补哦。补得空空的，这可以补吗？哦，以为那下起来要出了，他一定要扣下去。他的头要先出来会比较容易。对啊，第一次在林市场打 K 吧。这个熊熊是正版的呢。好，来了。真的第一次在林市场打这个。喂。哇。好痛！被你塞到一个。哇！我们刚说要两个，那个要44点。嗯。我不知道现在几点。现在这两只有30啊。有，捞它的腰。它的身体一定要扣到，没扣到补不了。
对啊，一定要扣到身体。我只是像你刚刚这样晒到一个。为什么叫晒到？他现在这个夹两个算满一车。真的假的？是我现在这样就算满一车了。对，还没有办法把这个丢过去。右边这个吗？对。这个已经没办法用常理在打临时场的姿势来打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来把后面还是拉出来。站上去了。应该可以再把它丢过去一点，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出两只。刚摸它的触感很好摸哎、欸，我也觉得很好摸哎、欸，哇，不好扶哎、欸，还有一爪进不去啊。OK， 但我怕入不了爪。对啊，这样会入不了爪。扣它的肩膀。它爪位是固定的。喂、欸，你这先拼粉红色好了，不然它两只在一起入不了爪。有，那只又不动，蓝色那只上。哇！这样算两只，再打一只就是。你要再加补吗？但是不用啊。就是应该不用了。我想要把那只蓝色的拉出来，刚刚，要不然就打这只紫色的。越来越上去了，他上去了，他夹起来好小，好可爱哦，纽扣熊。他甩斧有点难搞。右边看看会不会丢过去？把它补平啊，补平丢可能比较有机会一点。这只不好夹到，要不然这只应该比较好吃。哇！喂，歪丢！它每一只都被夹到奇怪的位置，我反而觉得那只十五点的比较好打。这样子捏捏看，哎、欸，你爪子怎么偏的那么多啊？哎、欸，每一个拿起来都要了解一下它的触感。它这个眼睛，我们家 Niki 应该会很喜欢。回去眼睛就没了、啊。这个我打过好几次。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它好像也是衣物柔软巾哦。对啊，每次来它的摆台都不一样。哎、欸，它现在爪力变强了哦。哎呀，它现在拖不了了呢，它之前拖得了，现在拖不 了。这个应该好一点。哎、欸，它可以吸啊，用吸的哦。有了。我要拨前面会不会容易出一点？啊，夹到！好险没丢回去。啊，不可能丢回去了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就拖出来。这个，这个会 K 到那一个就拖了。这我不想换，你，我想拿去洗，这感觉好香哦。哇！哎、欸，卡爪吗？啊，夹前面好像会卡爪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夹前面那两个。傻眼。夹那头，喂，夹不到，换夹后面哈。这两个粘得太近了，对不对？要从它的后面。拖，哎，最后一个。他说没有。好，这是十五点的，看看可以打了吗？应该很多人在那边。因为我再插一只，我就等于是两车。对啊，有人要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们要打吗？没有。这个也是啊，两个算一车啊。没有那个好难。我看人家打好几个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那个我觉得比较难，我觉得这比较容易一点。哇，丢回去了。喂。这爪位不对。这趟。哎、欸，翻不了吧？再一次。喂。捏屁股过不了挡板，这个要用翻的，但是爪位不太对。哇，盖住了。再捏一次看看，看可不可以再把它捏高一点。盖住了，头压住了。没关系。
他现在已经直立了，不直了吧？哎，这个走位刚刚好。头盔上来应该会比较好。对，就等他头盔上来就可以了。哎，怎么会是你？是什么情况？我昨天那只粉红色不想出了，全部都累积在这里了呢。几只了？四只，还可以再打一只。我又品了，我现在品了比较好打一点，比较好捞嘛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剩下几十块，看捞不捞得出来，捞不出来就算了。起来！哦哦哦哦哦！哎，屁股上来了，啊！又吐下去了。那个二楼做的不够好，他要整个下去才扶得起来哦。对啊，他身体一定要扣下去，但是他有时候手跟脚还捏得住。对啊，这很奇怪。这是不是随机中压？这个15点有难度，正常啊，翻不起来。哎、okay, 哇，最后10块居然被你晒出来。怎么晒出来？这样可以了。好，等我一下啊。那个不要换。嗯，好，103还有4个没换。对，我们打了2000块，刚好2000。然后这边还有12点没有换啊，因为这个其实它很好洗，我想要拿回家洗。嗯、它很香，而我没有要换掉。这个是3点的。对，2000块等于是115点。嗯，所以平均下来1点还是不到20块。嗯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来这边要打，我建议去拼15点。对，因为啊娃娃可能难度我觉得打起来差不了多少，但是我宁可拼15点。对，就是你们对打黑霸有一点点心得的，可以去尝试看看。你们如果那个野兽国打出来，那个算什么东西？对。对，那我们换东西的环节就不拍，因为大家也都看过了嘛。你们想要看里面有什么的，可以自己来看，或者是去我们之前影片看。他、每次都会换。对，每次都会换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Oh no, that is what they all say when they see me pouring some wine. Oh, oh, then gets empty again. Better fill it up before I go.